听众朋友，快乐的时间、健康的时间到了哦。看到玉梅老师说当开心、当健康呢，因为玉梅老师呢，要来大家分享个非常美好的当感恩的瑜伽哈。也是呢，爱搞太干，用的不要弯腰驼背。好，嗯，平常啊，下事啊，做菜啦，做嘛干哈，做些安呢。好，安那用的啦，安那胸脯打开来，好，有方法呗，啊，又当简单。好，你就选一个哈，做起来你还方便呢，哈，你可以随时去做诶。好，给安呢打开一个瑜伽哈，当经典呢，当有名的这些猫式，才美味样的哈。可是你要看有胸美味，你看人美味哈，出。动不动哈，就按你存南京，存南京啊，就按你存南京，存南京，存南京。好，故说呢，然后呢，玉梅老师爱搞太讲，用的存南京。好，那存南京呢，带本人的好处呢，就是唔会弯腰驼背。就像阿老太讲讲的，哦，行出去我不，你同人吃饭啊，同人聚餐啊，老人家太讲去散步啊，呈现出来就会抬头挺胸，你姿势就错的，你姿势错，你能量就错。好，你身体是健康。好，故事一下，同志们有同玉梅老师讲下来，你要坐凳就可以做。好，你坐凳，坐凳你等的哈，你就同玉梅老师讲下做。坐凳的猫猫式哈，猫位用哈，猫位用的猫拱背哈，用的去伸翻两个脊椎呀哈。好，一下呢，你坐凳，好，不是，会不会不是？不是坐那个瑜伽垫啊，那个静坐垫，不是哈，你就坐上来，好，贴先然后。先老娘给安尼胸脯，不用轻松，不用轻松，不用轻松，吐气。好，你肚子哎、欸，你看玉梅老师的肚子，数牛去，数数数，收肚子。好，人讲安尼腹部丹田像大海，好腰椎黑山，大海靠山。好，安尼，好慢慢的吸气，吐气，吐气，吐气。好，胸脯打开来，数，反正也脚七头，慢慢的打开来。停一下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吐气，吐气，不用轻松，不用轻松，不用轻松啊！看玉梅老师肚子哦，揪进去，揪进去，揪到肚子全部揪，揪到平平。好，吸气，打开来，打开来，打开，要用这个会关键哦 ，hold 住它。好，然后给按你，用力打开来，全部打开来。好，慢慢的再一次哈，看到。吐气，吐气，吐气，揪揪揪揪揪揪揪入来，拱背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抬头扩胸。好，玉梅老师做下慢点哈，做侧边分开了哈。其实啦，参唔行通，就讲偏瘦啊，嘛该看唔方便啊，你要个肚子哈，接接安尼，揪进去，用出来，揪进去。涌出来，揪揪揪揪到安尼平，好，慢慢的长涌出来，好，揪揪揪。我说安尼很，安尼练内功啊，练肚子的内脏哈，也安尼，大肠小肠啊，双偏瘦啦，安尼妇女家哈有子宫卵巢啊，你个肚方，你那某运通哈，肚子就太太美，肚子就保有。啊，你就直接安尼做猫式，咪可以运通到那个肚子的全部内脏。好，然后玉梅老师反过来哈，你看呐哈，你看的，你坐的，你脚不是某一天来盘掉下来哈，呀，坐的也那个安尼师傅哈，啊盘一下坐上来，好，坐上来以后呢，你贴，好，你竖哈，哎，盘到脚趾头哈，好，用力，好，有安尼扶住，好，慢慢的。吐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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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参猫参个美味有嘛哈？美味，美味，你可以让背囊哈，这是上多讲让背囊后背有一个点，好，肚子，玉梅老师给你做下抬条的腹，看唔是，揪出来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抬头挺胸，扩胸，胸脯打开来，停一下。哦，这样好舒服，好舒服，超级无敌霹雳舒服。啊，孙讲诶，阿婆安尼当舒服呢，当舒服哦。好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肚子哦，揪进去。好，你就想象讲，你还会背囊去变变。好，慢慢的，吸吸吸吸吸吸，
扩胸，打开了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从一转来，刚刚看都是揪揪揪揪揪揪揪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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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内脏做到按摩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扩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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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开了。好，慢慢的再转来，好，不用轻松。好，做完以后不用轻松一下。好，你看，你看玉美老师的个侧面脊椎哈，唔会安尼。好，安尼就弯腰驼背嘛，就坐上来。好，你坐上来以后呢，你要猫式哈，对两个两个安尼胸椎诶那个好诶那个骨叶内脏哈，有动态的帮助。好，做好做好以后，你全部动作做好，你做好做几个呼吸哈，不用轻松。好。然后呢，嗯，坐垫可以坐垫的猫式，安尼坐垫做什么？坐垫做。然后呢，用开垫的，当经典的开垫的猫式哈。看玉美老师，嗯，跳下来啊，乡亲朋友跳下来哈，然后开垫，好，好，然后脚趾头两个，脚趾头并好，好，脚趾头并好。可是按你牙竖呢，竖边都牙竖长呢，同牙根头成一直线。好，过一下脚趾头，都下髋关节，胸腔成一个大么字形，好，成一个么字形安尼。好，你开始起个哈，过下脚哈，哎安尼并好，脚好安尼，脚趾头莫安尼撒开来并好，不用到后背，好安尼。好，开始起个哈，从安尼尾骶骨开始哈，尾骶骨卷进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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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安尼个安尼。也后背安尼，个背两骨弓起来，肚子竖起去，好，下巴含起来，好，安尼去吐气啊，哈，吸气，打开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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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再来啊，看了哈，好，踢脚背绷好，好，不用要踢了哈，好，踢你，哎，你来了哈。吐气，肚子揪揪揪揪，肚子揪一起，揪一起，揪一起，好，背囊弓起来，下巴这边，穿美位有冇美式？好，安尼穿美位，安尼穿南京啊，美位穿南京就很美式哈，打开来，好，再来啊、哦，吐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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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揪起来。吸气，打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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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开来。好，做差不多五到六到哈，上来休息啊哈，你看到哈，肚子啊，肚子揪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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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，下巴含进来。好，不用轻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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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开来。好，做太些呢，吐气。好，不用多呀，好，不用轻松。好，休息。好，慢慢的休息以后，好，放下了那个脊椎哈，一节一节一节的，一节的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好，慢慢的放下了，慢慢的放下了，吸气。好，慢慢的放下了。好，也就是安尼安尼开展的模式啦，也没有是你做讲，假使讲有基础哦哈，有基础做到你懂生发嘞。你当习惯伊个哈，你做没有事，你可以做变化式哦。莫讲玉米老师拢搞很简单嘞，你做一个变化式分开了哈。你做胸啊，改一刀啊哈，没有事。好，吐气，吸气，好改一刀啊，吐气，好吸气吸个，你左脚开了，左脚开了，好，左脚弯曲，好开。两只脚抬起来，好，你就可以，你看一下背两骨全部就可以，整个脊椎按摩到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不用轻松，你脚趾头啊，不用到额头哈，好，不用轻松，改多啊哈，因为老师说一下变化哈，吸气，脚抬上来，好，弯曲，好，吸气，坐树。好，来到你的脚，慢慢的右脚
好，慢慢慢慢慢上去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中强松，正来。年轻朋友看到吗？牙根安尼，安尼，背两骨啊，骨也强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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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强哈，啊，你家是个有基础些，安尼，吐气，变得像一个伞一样哎，三四下狗式。啊，你身体骨耶，哈，骨耶，脊椎骨啊、脚啊、手啊，全部都挺红豆哎，全部都有安尼好处，唔会难哦，哈，你当你训练起噶，当你做有基础去耶，你就会慢慢的进步哦，慢慢的你身体就会越来越生发，脊椎呢就会越来越健康，啊，你就鬼神的好呢，哈，脊椎呢鬼。脊椎呢，它是健康的话哈，那个两骨啦，你讲背两骨啦，两骨啦哈，它是讲当年哈练习啊，你扩胸，好放轻松，好扩胸放轻松，好啊，你个两骨侧侧，好你个肩膀打开来，你看你个精气神，你看你上眼之后，嗯，那上眼看起来呢，等于精神。嗯，七十岁八十岁，没喊看不出来，哈。可是呢，很亲朋友，一鸣老师哈，真给呢用心呐、啊，啊，讲来这个上天哦，帮我安好礼物哈，啊，就本本太假哈，做描述哈，抬头挺胸哈，然后18岁，哈，健康。好，故事呢，你就记得哈，啊，你吐气，吸气。吐气，吸气，按简单的动作，随时做哦。牛做就有好处，牛做就有健康。好，大家相信朋友，你都做到当好咯。嗯，深呼吸，好，歇困一下，撩一下，调呼吸哦。相信朋友，一到快乐时间哦，健康时间。哎，也是呢，玉梅老师啊，搞太噶，个野味哈，按让我来转，哈，野味也甜了哈，是按呢，嗯，哈皮带个按呢野味哈，很多带脉，都经络12条经络来讲哈，系带脉，故说呢，按呢野味哈，按让我老记，动身法，按做得鼓落去，放落去来，哈，行路可以随心所欲。好，故说个野味哈，系连肚脐以上，个肚脐哈以下哈，系一个中轴线。故说安尼野味当重要，佮泰六个有一个安尼很多孙思邈的中医生呐，其实都140岁。佮讲哈腰长扭哈膝长转，所以野味哈啊当年安尼转，遐动简单又动好做又动又好。同学们要扛下来，同玉梅老师扛下来，先坐正来。啊，等下我搞起的那动作。啊，亚杂动作们，后面挨玉梅老师喜马拉雅瑜伽传承哈，懂经典的暖身动作。好，故说呢，我跟瑜伽上师，我印度的瑜伽上师，人家就讲，下班几天事情。好，你就坐野位啊，哈，肩头啊，松啊，你就可以。啊，恢复牙的消除疲劳的，哈，骨肉体也先坐正了。你坐凳呢，哈，坐碰凳，马个就冇相干。你骨唔冇坐个碰凳挺软的啦，挺软的牙个身体会哈陷下去。骨肉你坐正了些哈，嗯，竖边个牙一脚趾头，先也会向前、向右、向后，好，向左、向前。骨肉要有充电哦，因为老师让我讲秘密哦，充电，所以你肚子嘛哈。那个有一个肚脐，肚脐哈，唔吐出来，好，那肚脐竖进去，肚脐竖进去，肚脐竖进去有一个秘诀哈，你竖边个呀，好，吐气吸气，你肋骨打开来，好，吐气以后关起来，好，也就全部肚脐眼就往内收，好，给肚脐哈，揪进去以后，好，你就可以是转，好，唔肚子太安尼，疼。肚子疼疼的，安尼做，你就效果就冇安哈。你个肚脐眼收进去哈，浅，哈，右片，
都是输入去以后，唔要提纲挈领啊，你做些肛门括约肌啊，哈，你个个泌尿系统哈，要不做得强化，你做动向舒哦，安尼啊，好舒服哦，吸气，好，你所有的动向舒哦，吐气，你就知道你在向舒啊，你的身体不能带给你的健康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上半段啊不用强松啊。好，你转到牛肚左边，好，来到两个右偏镜头，好，到前面，好，到右偏，来到两左偏镜头，好，后背肚子收进去，好，不用轻松，到左偏来，好，黄金朋友动肩带嘛，牛肚你都会吃的动肩带，那做较沉的喂，那深化它，那做到较友好，就嘿肚脐哎，容易去，肚脐也往内收哈。呀，全部嘿收紧嘞，身上做一件马甲衣服，好，骨也收紧，好，按你转，好，等一下我会放起来哈，起垫不很宽，好，你用来做多广，懂深入哈，好，压个反方向啊，一定要记得，所以为瑜伽，配的运动哈，我唔敢讲，因为根本啊专业，我瑜伽搞30年，去31年嘞。你讲一十那年的一十年有36年的时间，全部是都呀，已经付出很多的时间、心血、心力啊。当年我去印度，好，去印度去复习啊，去上课，好，佮接受训练，好。故说呢，老乡亲朋友讲，记得你看我呀，转啊，肚子都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，好。其实我有按摩到两个内脏，好，你都右偏几多多，左偏只有几多多。好，你都不用轻松啊哈，前面哈，左偏，后背肚脐舒转来，哈，右偏，哈，一米老师，一下老太家分享的个知识哈，全部做些哈，懂友好又懂简单，唔会难。你们知道讲，哎呀，做到懂难的通常啊，又唔晓得，做到呀，通常做会舒爽嘛。唔会，你说做一米老师的方法，哈，个秘密就是肚脐数捏去哈，好，然后呢，一米老师在放起来哈，假使脚弯起啊，放起来去，人脚爱伸伸呢，伸呢，好，不用轻松，故说哈，啊，松一下，放起来，好，然后呢，放起来，你用个做呢，是贴包，拄好，假使讲压床，拄好是贴包诶。好，一只通常咪可以做，不过假使你身体包做啊，好，你就唔好肚脐叫你去，你身体包做，你就不用轻松哈。你讲啊，你凊彩安尼，好安尼耍废啊，当轻松，好安尼咪可以转，好，你跟孙思邈讲诶，腰要长扭，膝要长转，那你们做得哈？故说呢，做行路啊，去公园啊，哈，行路脚扭内啦，有骨。好，有位女儿来了，你就做安尼，好转腰的动作哈。故说一下哈，你看那一美老师哈，竖哈，标到俩，竖标到俩，好，竖标到俩哈，标得。个人呢脚莫安尼，脚我打开来，一开呢两个地基哈，一稳，好，吸气，放起来，好，向前，向前，向右，向后，向后的时候呢，肚脐也竖进去，好，向左。好，向前，张开是 C C 前呢，张开是 C C 前呢。好，慢慢呢。好，一美老师有讲哦，你个肚脐要揪进去，肚脐揪进去做。好，安呢。好，慢慢呢。所以为动作都是从前面开始，压着动作还一美老师最爱。好，因为唔会太肚子。好，各位呢，唔会给野味呢，唔会腰酸背痛。好，我们。要空空啊，做阿婆的啊，要恩男孙的啊，吐孙的啊，哈啊，要唔是讲我很讲有腰酸背痛的问题，哈。过来呢，一下一讲关键就系哈，你看了哈，你做唔得安尼哈，你看安尼，师傅翘起来，没师傅翘起来啊，收尾骨呀，竖起来，哈，肚子揪进去，安尼松，好看哦，安尼，好，肚子揪进去。身体向后退，人家重心都脚跟，哈。你假使嘿某注意到你做唔错的时候，哈，安尼，师傅翘起来，安尼嘿会爽到野味，哎，师傅揪你去，哈，都是揪你去，哈，也系重点哦，也系秘密啊，哈，这安尼，做很简单啊，做很简单，做很简单，你不做按友好，做按友好，做按友好，
好、哦，你就看这这会按呢，好、哦，再按转听听，好、哦，够反方向哦，啊，记得喽，所有的通道啊，转到中间，转个反方向，到中间前面一页，推到前面一页哈，那都从压，尾骶骨推，好、哦，没按呢。没安尼，安尼都是安尼，天天就唔错了哈。安尼要送到野外啊哈，还爱安尼送出去，好，尾骶骨往前推出去，好，搁转来，好。故说呢，你啊，到前面去哈，看一米老师脚趾头，到前面去哈，重心到脚趾头，好，到左偏去，重心到两个脚刀，哈，到后背去，你重心到两个脚跟。好，也还有懂个，唔咩讲哎呀，平常看到人做安尼，凊彩安尼摇啊，唔咩哈，你个做到懂成懂友好安尼，好慢慢的，你期待呐，好，你期待随时去做啊，你冇吃到讲安排些，好，你吃到安排些，你说好，通知下晓得诶，通知下晓得，你吃到讲哎呀，是侬有你来安排些，啊，做到安排动作做安尼，好做安尼，你主要就是哎。肚脐也收进去，哈，肚脐也安尼收进去，安尼，好，听听嘞，安尼，安尼数，安尼数，安尼，呀，做迄野味呀，带麦油啊，两个带麦呀，野味，那预防腰酸背痛，啊，忽然间哈，当容易有以为中生人嘞咩，好，太肚脐，安太肚脐，好，宽生人嘞，啊，身体哈，难免会负担较重嘞，你就做一下通走。好，做完业不用强松，不用强松。好，脚踢踢啦，踢踢啦，不用强松。其他脚头位去，那脚趾头位顺就不用强松。好，还有一个通道，好，就是除了竖，好，不用都要按的腿，哈，脚打开了，好，两个地基较稳，好，啊脚并起来，哈，你就会有做有吃的有做有没做，有风景没发现，那你按的做的，按的你看按的。安尼要做的，主要系也给安尼肚脐要紧一些，哈啊，而起张了安尼哈，好啊，记得咯，记得咯，做安尼画圈圈，画圈圈，重点系讲，你肚脐要顺一些，哈，按脚要起哈，重心了错，好过来还有，也系咩系啊？喜马拉雅瑜伽传承哦，也咩嘛个气功啊，嘛个讲啊，你看看公演太感人，你安尼好，你安尼好，安尼有传承到安尼哈，体验脚。打开了，好，不用强松，你按嘞，好，按嘞，也会按嘞扭，按嘞扭，那么按嘞，不用强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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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按嘞，后面多左偏，你也会扭多左偏来，好，多右偏，也会扭多右偏来，好，按嘞，左偏，右偏，你那懂向舒啊，你那懂偏，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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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你看你脚趾头哈，十个脚趾头抓稳在地上。脚趾头安尼哈，抓紧哈，膝盖不用强松，好，看看脚趾头唔安尼，好，不用强松，安尼发挥锁死关节，不用强松，阿妹唔是安尼，妹唔是弯安倒，好，安尼就好，好，不说安尼，不说你就安尼，好，也一个重点了哈，重点不用强松，好，不用强松哦，来，你去阿酸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。是，中天嘿，你懂向舒啊，你懂向舒啊，你不用强松啊，也会有扭到哎，对嘛？哈，身体又健康哎，哈，运动又做好哎，心情又快乐，还有嘛个比也安尼较舒服哎，较快乐的事情。穿前他冇安快乐哦，哈，安尼穿前有压力呀、啊，唔过个嘿，安尼积阴冲哦，安尼身体啊，嘿，安气噶，对气噶，负积阴哦。好，很轻便宜哦，是很安内哦，就不用强松，不用强松哦。你记得一个动作，当你陪伴你，好，一直一下给安内野味的动作，就做多呀、哦。我记得当你做哦，太本健康，安子生。